接驾户前等前打无极空，空到月极空，翻开始向无极拉姆前三极空里前打无极空，再极空，三极空，空到月极空，再极空，三极空。空前步前等慈悲前大臂空，空大臂空。不前等好了，请坐下。目前的人好像
麦克风，那录音收音。所以呢，就是咱金牛球是咱木头内底大中叫做土来叫做。若要较讲起，嘛真思想的物件。可是因为这个金牛球，因为这个解说的版本吼，足济啦吼，我听讲听解说有三四十种的迄个版本的解说。不过呢，因为无论你换一个解说，反正老李定咱的形象，会当。哦，你会当听着人生建设，哦，这个物件咱拢会当达至咱去学习。如果这个物件，若讲来到底，会飞机撞地，会讲到了，会一挂顺利途径，这款物件，哦，咱就真正咱会使去学习。因为今天的物件绝对不是讲顺利途径这物件，所以咱必须来了解，经典就是咧解讲实实在在。规规矩矩，规规矩矩，你会听入，你会当真正你的内心世界去真正了解你的人生，会当看到你家己实相。哦，所以呢，因为一定啊，继续来讲动作啊，金刚经的这个哦，咱进行啊，讲到现世佛念哦，这个啊，如来现佛念诸菩萨。当然，这个物件啦吼，应该这个菩萨如来现佛念，啊，就迄个如来释迦如来，伊时时刻刻，吼，啊，就是啊，咧教化着咱这弟子，或者咧解说，时时刻刻关心咱这点啦，吼，这个叫做如来。那伊哩如现佛念诸菩萨啊现。护相诸菩萨，咱菩萨有各位两种，第一现护念诸菩萨，甲现护相，护念就是讲用伊的心念，用伊的心念，甲用伊的心念来甲咱护持。啊，那叫做心念，就是讲如来伊行回的路线，伊用着一心以身作则，一心作情。在教着咱只学学，所以同时，伊入到社会上内底当中，出入方法，因为伊以心是道，迄叫做哪？迄叫做啊，以心以身护道。啊，因为如来现佛念，所以唔当叫做心业、身业，啊，甲伊个身佛意、甲意业，迄个意内底当中，迄个意念。迄、那个念就是叫做意念，第二叫做意念，就讲你们如来伊要到孝义城内底当中，因为伊的心叫做一心清净，念无作证，无作复杂，哦，安尼就对啦吼。唔过呢，伊用这两种内底当中啊，你是得或者无法看，简单讲起来，因为用语言来解释，你讲讲言语得断啊，心。所以，今年如来用着最好的理想法界、理想境界，就离开着迄物理相，离开着音声相，你甲带着这边啦。哦，唔免讲话就对啦。当然，咱嘛啥地区内底当中透露讲话，地区内底有讲着话嘛，这是一个事实。啊，所以咱知影当中呢，如来用着最好。意境叫做心业，啊来呢，叫做口业，心业清净，叫做口业清净，这两个清净。如来现护相诸菩萨，哦，这样子现护相诸菩萨，哦，这个护相就是守护，这叫做口业，叫做显业，哦，叫做净口业，哦，这里以前的三业，心业、口业。甲意念这个三业，啊，现护相，
这是交代。啊，伊连交代嘛无讲话咧，哦，伊嘛无讲话咧，所以伊连伊用着最烦的迄个意境，咱当时入来无讲话，毋过啥物人会看到，咱问他苏摩提，那看到如来，伊连伊用三业清净咧带着咱即个人，所以呢，即、這个叫做啊，咱讲素，即、這个素就是讲。伊时时刻刻咧甲你讲，咧甲你讲，开始我们依照这个道理，如这个如法去修行啊，所以这个定数啦，吼、哦，数步啊，这叫做抛掉成就，你咧揣这个讲出来内底当中，嘛无去做了恶业，嘛无去做这个啊这个恶业啦，吼、哦，所以咧，因为伊用着迄个。靠遐个意见，就是讲，你呢？我用一个名词来讲，我也无讲，啊，但是拢袂讲。但是因我用着我的工作来表示着，我来讲。啊，所以呢，伫迄个时阵，咱就知影讲，哦，迄个叫苏摩提，伊哩当然的意见作法，伊就看到人生是循环而来，拢是三业的三业。但是你三业、三恶业，你来再来转变叫做三善业，安尼叫做哪？叫做三业清净。啊，那三业清净内底当中，哦，咱慢慢对哪？对一切啊，对哦，咱的随着咱的三业清净，咱的造业，啊，咱是造业，跟咱的属性中有关联。啊，咱若无造业，咱的属性中就慢慢的改变，这是一个属性啊，吼、哦。但是哦，当然到这个时阵当中呢，哦，这段话就是《金刚经》的第一段话的定义啊，伊有分这两段。如是我们啊，一时啊，这个啊，这是第一品啊嘛，哦，哎，这第一品啊嘛，哦，因为头前那段话，即个这是第一品啊，哦，第二段啦，哦，就是讲咱迄个叫做《金刚经》的第二段啊，头前那段。叫做第二段吼，哦，迄、哦那个叫中者说话的在大众中，即上自己偏袒有关，有情欲地合接用用意的不言，修行是如来现化的诸菩萨，如来现故作诸菩萨，彼段话就是在讲，咱不得当时伫第一分内底当中。因为伊拢总哦，讲着话了后，哦，即、这个叫苏摩提去发发掉，所以当你第二分来表示，既然甲第一分无讲啊，嘛袂使讲规句经文经文无讲话，哦，比如讲咱迄个红黑灯，啊，咱逐个只哦咧坐，啊坐当中咧，伊发一张经文无讲话，十分无讲话，就还可以啦，哦，啊，我若十五分半点钟无讲话，一点钟无。可能恁的心会好杂感觉，哎，想到啊，好像今天恁两个心情咧，不准哩，啊，无在规个方面讲话，啊，是咧想到未，想到未讲话，啊，恁的愈想愈复杂，愈想愈复杂，愈想愈复杂，感觉呢，啊，愈想想到未来当中呢，可能规个大家想到就无信心，可能今天不正经吼，咧想别个款，可能不正经是恁的未好习惯，可能不正经先努力过来。是不是咱咱咧想啊？啊想咧到底，这是内心世界，还是需要什么物件？还是需要伊？啊，所以呢，因为虽然咱迄个心无法当转入迄个清净的后，咱必须伫迄个头转入伊。所以伫迄个当中，那不得当然，伊要开始有互相了后，因为娑婆天在说清净啦，娑婆天说清净啦。因为苏摩提是因为金刚经的什么呀？哦，懂一下，就是一个西方净土头对了吼。哦，西方净土对了，一个东西不是西方在东西了吼，东西是净土，应该是差不多安尼。哦，啊，若有东西无净土，所以东西到到尾吼，哦，不能跳了吼。啊，因为这大乘佛的内底当中，不是七两百五十六有七点人看有的物件。其实有听，但是印尼人要一个懂伊者出来做一个普通的，要问问伊，佫你知影？
叫阮老师来来甲数啊，一班人30个、50个，好，那毋是一个出来，哦，老师咧教的物件出来问，问互大家知影，老师更加讲较清楚。其实有阵时啊，必须咧讲，老师讲伊会听听啥物，但是毋管后一个出来问问题，有智慧靠伊意见出问即个问题。因为足侪无造梦的嘛，唔捌变到梦，唔知无造梦嘛，敢是？啊，你一日捌就出来问，你到底？老师就讲较清楚，较清楚。啊，这学生咧，咱得着伊个，当然嘛会。但是顶有阵时唔同，你唔捌就变到梦去答。一句话你都唔知人问啊，你要怎问？但是伊捌的，伊嘛知讲，我今日去就为着这个人，好。因为咱听无来滴，咱做袂了解。你像咱我较早咧读数学的时阵，若要听着要读数，若真正烦。到底倒顶咧困，啊无少就是拄久。到时你讲我咧个听无，哦，啊若出着迄个数学的，读什么样的课啊？啊若填充题哦，选择题哦，选择题哦，选择题啥无？就是讲七两三四，你都拢发标了，七两嘛就是。啊，北标伊七十万就对。啊，那哦，迄、那个哦，这个四分体圈叉圈叉，啊，佮佮空间万千万就是了。啊，今日钓一条你唔捌你听无？迄是因为你用标标着，安尼。啊，那填充题呢？填充题倒是钓了，但是迄真正拢用分就对啦。啊，你若唔捌，安尼对。啊，所以我的意思讲，等于去。你一定要有这条件，若真正无入味，无入味啊吼，用些真正较出个，咱听无入味啊。吼，比如我即届可能十一月诶四月之前，要来到啊，讲叫哪，大兴啊，大兴正宗诶三观论，依照迄个哪，依照咱天命书上诶宝贵，证明。天命思想不会，哦，佛教上伊的三分论，伊讲到着空论，讲到着假论，讲到着中论，讲这三分论，啊，这三分论你若真正无有真正无有这物件，了解大事物，你讲着三分论，伊嘛听无，真正唔听，但是因为这物件确实证明咱的三不相法，因为讲了到底。你若听话啦，你感觉好，肯定三宝生法，咱天命殊胜是真，殊胜是真。哦，所以这个物件你要讲袂使，但是你要讲，要听话啦，有哪样啦，有哪办法，办法接受，就是讲这个。啊，袂使不听话，啊，咱会就啥办法？就参照讲今日咱和尚，咱和尚。是安怎一直一路来就是讲传大乘法，哦，因为这已经是基础变化变。你既然讲跟你讲就是讲因果论，哦，讲一块故事，因果论，因果，啊，就告诉大家，然后大家笑笑，哦，唔准过去的苦经历，啊，新的新经历，伊咧跟你传就是跟你传，哦，这个叫做大乘，啊，这个净法，啊，这大乘净法咧就是讲。等于是一个基础啦，还是讲嘛，就讲嘛，听嘛，就听嘛。哇，那你想咱华新去到泰国，30万，我们咱华人在泰国，工作更多钱啦，工作做多钱啦，35年，这35年我们讲这物件，第一个问题，我讲你听到，我讲你听无啊，只要我讲你听无，干嘛讲？唔是我讲唔对，因为这个经典啊，甲转入泰国的民俗的元素，唔是像咱一般顶讲的语言。迄有一种由佛教中用经典的语言，迄讲起来底当听到无味。第二点就是讲，因为真正咱的甘肃，咱的华人是无一个真正捌的，你无捌着伊的用词啊，你一句阿弥陀佛三宝三宝偈。哦，还是讲无相正品，正品，咱讲这物件，你这种是
有佛教上面一个名词。啊，这个名词，伊唔知这个名词，啊，要怎讲？伊要用哪翻译？啊，要用庙甲你翻译过，啥甲你翻译过？啊，翻译过，无味，嘛唔知咧讲哪。啊，虽然有阵时咧讲咧，伊翻译出来，甚至就甲你翻诈骗。安尼变成哪？本来是一个正法，互你讲咧到底变成邪法。我想来笑，啊，大师，我甲你翻译下，或者翻译，我来查查资料，你听听。大赛馆、大使馆，跟你讲大使馆，好、哦，这是差不多。所以你这个变两点，哦，这经典的含义就是这两点。所以来因时、因地、因地，哦，十一信息当中这个，哦，你把这因缘的信息，哦，你讲这了难度，马上来去，咱可想嘛，就是你你过去，哦，这个是做哪样的啊？这个东西比较好啦，哦。心啊，心念也好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只要来就是，哦，咱大家，哦，不过听这听少，过去就这不错啦，啊，所以今日咱就讲大家互相互相，不过呢，咱讲讲，这个有因无果，哦，未来你一世人就得无遗憾，你有无果，你一世人就得得无遗憾，啊，咱这个有得修得，就是要有有些。那叫做明心啊，明心。啊，你心无明，啊，你心无明，啊，心无坚。啊，你今日去，你修道就是为了归不了明不圆，唔当叫做明心无错。啊，你无明心无错，你学一堆的变念法，那安尼是叫做学滑得掉吼。所以人家今日去，哦，那你共同的学习，不可以。在遮，我们金光金光，哦，是金光星来贡献，来发发是啊，继续去经营，继续学习，开这个平台，我们让他学习，这老师啊，让他非常认真去理解。不过第一段呢，因为咱伫这个《金刚经》的这个论文内底当中，世尊啊来对我讲一遍啊，啊，世尊，世尊。善男子，善女人。善男子，善女人。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温和应诸，温和含乐其心。温和应诸，温和含乐其心。这是伊个第十本论啦吼，因为这个娑婆提啊，因为这个当尼者叫一声世尊，哦，这个世尊是对咱。哦，这个啊，这个佛陀伊是称呼啦吼。咱过去讲佛陀伊有十个啊，这个名称啦，但是加上世尊当作十一个，这十一个名称哦，天音师啦、佛啦吼，还是大师啦吼，还是迄个个啊大丈夫啦，这个是个功夫，以温馨的这个哦结婚的名词，哦这。民俗有一点，所以包括世尊安尼啦吼。世尊显得做显露哩，因为这句话就是当时啊，娑婆提得直接要讲问啦，因为娑婆提伫第一段来就讲啦，哦，如来显化诸菩萨，如来显护摄诸菩萨，我已经看到啦，我看到我娑婆提看到你如来一路来就是咧用三藐清净。咧扶持阮即代人，你用着那理想法则、理想，哦，伊拢有讲话嘛，哦，伊是当时伫台湾内底有讲话，理想，哦，用心教，用言教，那用意教，哦，拢做无用语言，安尼存在即代，我苏无提已经有看到，毋但讲后壁要继续问咧，要问咱世尊。我问你，给我回答啊！我一个问题，哦啊，我真是因为这边人，而且大部分上面对当中，啊，伊在你很多会当真正发问题，你应当解答。这个问题就是安尼讲啦吼。世尊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哦，当然，这个善男子、善女人啊，你佛教上那以正心，你出家，叫做比丘。哦，比丘，
当然东西有很多啦吼，应该无去救东西，都去撇去啦吼，无去救，因为当时迄阵无分多啦。我因为你这个努力，这个撇去呢，较有到为了中国迄个时阵，那还是会当查某人，所以你都你早头两千几年查某人都那么地位呢？你只能去甲看，这对的这个。印度还是伊迄、那个，哦，即、這个中国，迄查某人是怎可怜的？查某人是怎可怜的？乌头壳我袂当露面的，有无？你若露面，你若讲迄乌头壳，迄个，迄个，迄个微笑图啦，哦，还是啥物啦？露面哦，你着伫遐，伫当场伫路顶去拍死。所以你讲你受刑嘛，不可能。当时你不论做个这个道教，你当时你印度的这个道教，你只是只分做四五种，哦，贵种、有科文种，哦，有诶时阵啊，迄个叫奴隶主、奴隶种、新种、新种，又分做各种清楚。我了解。就咱当时咧学啊，离迄个印度的时阵，咧开放的时阵，你真正吼，迄个地底咧，咧个过迄个外号，啊，咱就是。哦，啊，咱嘛是讲要传伊着对不对吼？即个学啊，叫做了后，因为银行块比较济，比较少，拄着因一个地方个律师来，啊，迄个律师，迄是伊遐有呾是一个真快叫律师，啊嘛是因为咱公司大个，看到了吼，伊着是走去妇联旁边吼，本来块比较济。伊看见伊来了哦，因两个就同来走入去迄个门口，唔敢甲你多一节，伊足清楚，看得足清楚。啊，你到底说啊，做一节，你未使哦。伊来讲，叫人地面规划，那地面规划你未使靠个地面规划，哦，只个规矩设立得2567年起，我当时嘛才几年前。但是因这个规矩，伊查某人特别爱照顾，真正不客气哦。我当然伊个时间嘛，唔改善啦，唔改善。所以伫迄个时阵，咱们看到查某人的求道、修道、甲迄个可能个代志。哦，所以讲，那就叫做必修哦。你迄个欲望，你那个大必修就叫，无大必修就一大必修二少，够安尼讲。明白。哦，这点咱一定要先清楚。所以你像伊，咱这群众吼，哦，做服务的，七几年到九几年吼，已经成咱辛苦人来了吼。啊，无你今仔日在当中吼，要真正伫这道场，你讲哦，我迄日进道观殿迄泰国的时阵啊，迄个哦，我吼，迄道真正吼，伫迄个虔诚吼，哦，迄真迄大个道观非常方便，啊，咱只个伊是用。去哦，应时应地甲应，啊，所以你讲地天台，即嘛天地台，哦，所以叫做啦，叫做转小转大，哦，那嘛叫做开始转挂出来转，所以讲乾变成转在下底了，啊，乾坤变转成另外，哦，地天台即嘛，较早天地台即嘛地天台话，哦，即嘛听即、這个。挂相就是安尼讲，啊！咱即马当中有一个叫做女人医生的，真难以修道修道的，真正做修道的拢唔多。咱好啦，去试咧做迄个哦，迄个火锅饭也好啦，新葱饭也好啦，吃着拢才三四个，这边分到拢才五六十个，拢阳衰阴盛啦。哦，啊，起到的网络，啊是这边六七个，分到三四十个，嘛是上，啊起到四名嘞，啊起到前排嘞，偏多嘛是两三个，啊分到嘞，嘛是，啊春桥个安尼，别搭去迄个麦店吼，啊拢做嘛，阿桥在嘛，拢在嘛，拢分到在三四十个，所以你看规个，啊叫都是拢分到。
所以迄个机咧转，迄、那个运咧转，确实是真正做法足清楚个。毋呐，讲这叫做地形态。所以说，英文个内底当中，这是一个分段分化个。啊，分化英文真难会收。若要甲讲起来，过去个两千多年砍掉个啦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机会，这个机会难会收。啊，真难要甲讲起来是做个咩？蛮做无彩个，我感觉呢，这是一个属性个物件啦吼。啊，所以呢，伊即部话内底当中啦吼，先人祖先努力，哦，伊哩有哦，即个必修有多少有必修，必修呢又过呢又过修，哦，又过呢又过修，因为咱依着经典我个查，哦叫做啊，即、这个清净路。哦，叫做幽默式，幽默伊就用心啦，安尼啦，晓得咱咧讲善良就善努力，哦，发阿庙到了三百三条路啦，哦，即句话内面个解释就讲，发着无上正定正觉心，因为即句阿庙到了，因为较早咱有咧做佛，离佛高修内底当中有五种不凡，哦。五种不凡，顺果咧不凡，哦，还是果咧时阵会当往生地位嘛，会当发，哦，还是讲过去的时阵啊，迄、那个啊，到五种啊，会当凡的意的，哦，照着伊过去的分道留了果咧，因为迄个世界观改变物件，爱多艺术，一个物件作者艺术，哦，迄嘛就是不凡，比如讲今日，哦。法界，哦，法界般若啦吼，咱讲叫做般若，不难以迄个解释讲叫般若。啊，般若呾呾观，咱讲我叫做妙地如当是安尼，哦，妙地如妙智慧，来讲智慧啊，讲地如啦吼，应该是呾是妙如妙智慧。但是妙地如是足好讲的是按照呾，呾个用般若，唔过呢？即、这个当中会生地位，即款物件，你就会使个反省。哦，这是当时在各处因为伊设定出来物件啦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因为咱因为当时佛陀，就是啊，当时释迦牟尼，就是因为对啊，这个佛陀，叫是啥物？确实有一个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发阿妙陀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因为伊要发到迄个无上。迄、那个无上正定正觉，哦，菩萨哦，正等，哦，正觉，哦，哦，这个物件咱一定要了解啦，吼、哦，无上正定正觉，哦，刚刚讲的就是讲，这个无上就是咱功夫嘛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功夫叫做菩萨嘛，吼、哦。哦，咱先来讲，啊，这个佛叫阿罗汉，哦，这个阿罗汉，刚才讲起来，伊里面生着这心，但是免咱安住的好势，免咱含糊好势，咱是不是？大家心情拢要这个叫，其实无上正定性格，这是一个，这是。这是一个心啊，一心，一心去去想啊，哈，一个心去想的尔啦。你唔通，这是一个心去想的，这个无相，哦，就是无老而必发相，甲解释叫做分。但是这个正定，你佛教上来讲的，叫做平定。正定，你佛教上讲叫做平定，静叫做平。啊，因为佛就是讲，无人比较上，你后即个变定，即叫菩萨。因为菩萨就是你修，就是讲变定的物件。因为伊无分出你我，无我想，无你想，想想就讲无实现。但即个正觉，就是咧讲阿罗汉。因为阿罗汉的这个正觉是阿罗汉，但是因为这个叫偏觉，是那个偏觉，因为伊讲的正觉。伊叫做独行，人叫做独行，哦，
较早啊，剩一个人诶，叫做阿罗汉卡罗汉卡，罗汉卡罗卡罗汉卡是无修行，阿罗汉是已经毋要搁落轮回啊，啊，已经修行好了，免轮回，但一直在进化。毋过呢，因为伊今日去就是安那，伊今日去就是做，干那讲叫做啦，叫做自觉，自己尔啦吼，叫做自觉。伊家己自己，我家己知影无，我不管别人，哦，这是第一问题。啊，你是你爱知影个自觉，即个叫做正定，即个爱觉他，觉他啦吼。我自觉了后，我感觉我诶道理无错，我诶观度无错，我爱对佛法有情众生，即叫做觉他。这个主角叫做菩提，菩提啦，好、哦，这个他叫做萨埵啦，哈、哦，萨埵啦，哈、哦，萨，对，像佛像哈，哦，这哦萨埵安尼啦，哈、哦，这个菩提叫做达，萨埵叫有情。友情啦，哦，你一定爱甲他叫做甲友情，就是讲你家己知影，你袂使无去关注伊。安尼，这个叫做甲他，这个杀得杀得吼，啊对呢，哦，安尼也对啦吼。叫土财。杀得吼。土财。菩提萨埵，咱所以先叫讲菩提萨埵，菩提萨埵哦。土土字。菩提就是讲叫做大，萨埵就是讲叫做有情，这个有情就讲叫做有情众生。安尼分，安尼来要甲讲起来，这个菩提也够也多。唔过呢，菩萨呢，得当靠这位已经依这个正觉，依这个自觉，唔过呢，依得个正觉。得去度外境众生，所以这个叫做菩萨。哦，到这里来，我叫菩萨。唔过呢，因为呢，这个菩萨呢，哦，因为伊的功德无偌大，伊的功德无偌大，伊是虽然讲已经加入菩萨的意境，但是因为爱的无偌大，啊，虽然自觉甲他甲情也无偌大，安尼叫做菩萨。唔过自觉甲他觉性圆满，走到这个来，叫做佛，这个圆满，这个圆满无法，无缺啊，叫做无缺。佛就是圆满无缺，但是佛就是圆满无缺，拢是这个心，拢是念这个物件，拢是这个心，拢是心一想，文章一想。唔知哦，这众生伊发要发哪？发这个作用啦，即句话，咱今日想发明天，想发明天，咱无要做白费。即个经济，即个经济啊，伊无发明，咱可以见到，即个经济是多少个？你杀一个经济，家己得啊经济，你家己过来发明，你可以。唔过呢，你这个经济啊，那是因为福啦，因为这盐、福田盐啊，水、福田盐、土啊，迄种盐、土拢伊个伊个经验啊，那伊肯定变形，对不对？哦，迄个变形叫做发，叫做发哪发心，这条心。这个心，这个心也无发伊的多少力，袂多少。唔过发起了后，继续引带到一个一个倒出来。哦，叫做发心，把它心果给它安造出来。哦，咱今日修道嘛是这个道理，所以不得说发，要发心明了。哦，这句话只发。第一句话叫做心，这两句话加起来叫做哪？这两句话加起来叫做发心，发什么心？
发着阿妙多罗三妙三菩提心，这个三菩提就叫做觉，这个三妙就叫正定，这个阿妙多罗就是叫做啥？叫做无相。这句话解释是解释啥？不过咱要发着这个，咱要发着这个无相正定正觉心，咱可能。你看嘛，见众生，哦，为咱们道中的修发对的，发对，哦，顺不到顺地，见众生都不顺不到境界，这两个，你来跟着哦，这两个屏东，哦，屏东他在这个民间里面蛮那么的哈，正疗章。你不怕听到
来发挥迄个率由无争，舞台上去。但是我看这边人要甲补起来，你看结果嘞，男女之间跳舞拢比嘞，拢是跳比着全部好跳，上百分女的跳舞嘞，比的全部好跳。哦，一节我看一节迄个个，迄个摸摸人，然后我去做三台，然后一年过去。伊咧找我时阵，我也心烦，嘛真严重咧烦。但是过了，过了多，伊做三仔啊，伊做天才囡仔，天才大人安尼，伊咧是拢三四十岁啊，都做天才囡仔哦。啊，所以你要放伫迄个，迄个正天的，迄个福建，啊，这物件咱收到，咱收到我一片，收到我一片。你收到袂，我就办。你听哦，这是一个咱爱做主意的物件。伊甲你讲，你若发无上正定正觉的心，你会使做伊办的。但是咱今日收不袂呐，相当相差。收到真正，尤其你比如讲的，当中你就爱做主意的物件。比如讲你爱做主意的物件，因为你家己有反省啊，你家己有能力起啊，你家己哦。这是个命，你家己有你家己一片天命命。我无咧关心你啦，反正只要我喜欢，那什么可以？这个问题倒是开心的，当然是别人安尼想。所以真正个发表迄个无相正定正觉心，唔是安尼简单的物件。你完全一心不变的物件，不为自己，真正都当为正法。为基础，而为正道为目标，这是真正足重要。所以咧，在基督教那是对的。发心，我过去我讲，发心，发心啊，吼，要紧，啊。
咱好心了，八宝咱就发入去。咱好心较早福建迄个人才不用愁，长征里面啊，去阿宅因遐啊，哦，新月的时阵啊，迄个叫新月的阿叔啊，迄个叫，那像我们这做熟面的，那面条变薄了。就是新面，改做哦，迄过去拢做对象嘞，啊，毋是？你若想想，咱学生过去靠起你培养起这人才，啊，四年级你培养这人才，够不了。真正人甲讲起，当时这人甲真无变，真正这人，伊咧学生嘛是得了，但是这个但是，毋是咱想想。那是小中年的，但是真正高高效果，高唔得就收袂掉，高唔得就收袂掉啦，高收袂掉，你记得啦，人要换掉啦。只要飞机个多出发了，出去比别人了快，紧。唔过地足，你着地面配合这个保险手表，风力摇着去跑来，你听无？因为伊不配合，伊是搞了上紧啦，上上济啊！我袂来说说点物事较紧，我袂来对创人较紧，咱来这个是咱我特别来甲人创人较紧。这毋是修德本，是修德本，是毋是你会当救的物件？我请问恁讲，咱手也知了，你会当当遐考表，较紧发财袂？你会当来当当遐考，你若要经过？对在了到挂的这个时间，你若无无经过到迄个时间，你会挂一条。迄农民你若讲，啊，这这一定规定的，啊，前后规定一定的，走袂去。好，啊，你若过个时阵啊，在了个，哦，都等个清晨开始在那个挂挂车啊，迄个唔是严的时阵，但是你个什么心内甲结果内底当中严格。有什么分科病啦、啊，就业病啦、啊，有什么病，什么病，什么对的病啦、啊，较简单，好个，你怎拢无病？呵呵，是是，我只嘛，我安尼叫，做，建立一只，希望到内底当中，迄、那个收的条，那是真正的，唔是我做老，迄叫根本，迄不是，不是，迄是咱自己。所以现在讲，发阿庙都三百三十地区，要好非常少，积落来的这当中，咱家己对咱内心世界有扎实，有信心无？有踏实无？这种物件，这时间让咱家己考验，时间让咱考验，哦，咱个非常够的，咱爱对家己上人肯定，咱嘛对家己上赞叹。我积落来。嘛是有那哦，作者啦，爱我爱我这个经济啦吼，哦，啊，好，但是我嘛有那叫泡面对啦吼，啊，然后我那个收条，叫那个叫赚单嘛，啊，咱那边那个那真正本地人过去用泡面，反正咱那个赚点蛮多，那个赚少少，哦，好，这样多，而且那个固定情况。我欠上一千块的，我欠上一千块的啦，会吃草药的啦。我欠上一百块的，会迄个种草药的，你要一百块，一千块种草，买一百块种草，大家去对比。真的真的。我一千块吃草药的啦，甲欠一条一百块种草，你爱怎样啦？真的真的。这台我几百呢？哦。因为看无的当中，我要坚持，讲的嘛要坚持好，讲的嘛要坚持辛苦。我咧讲，我咧听我意思啊。这阵人就是想要去迄辛苦，大起就成体操啦。这阵人就是规日用兵，伊来去做做事、做电饭煲、做老板，大起伊来去落地困的啦。啊，恁这大人哪有巧？我当然要坚持体操，我当然要坚持，我打来。唔免上紧，
我们刚过一条，讲一路来啦吼，人咧过去菩萨，我即个菩萨，
以前老用那关关联条嘛，啊，那恁对油泥玻璃的这个使用，啊，那恁过去的板条接落来拢不熟悉，但是到了有一间英国，伊是做最牛的规模板车，啊，从板车内跟规车破坏了后，因为阮爸爸做阮中央铁路局的包容转，是个老板，伊也是做业务员，伫中央做租赁旅馆。伊嘛是穿靠阮爸爸甲穿靠，较早咱当前以前来讲，阮爸爸去甲烤番薯炒，去甲腌番薯水，上过去的当中我咧欢喜，啊，去甲烤番薯炒，啊，甲腌番薯水，啊，烤甲腌甲水，感冒病，当然伊个工作不用遐做穿靠，哦，安尼，啊，腌了就揣，有一个就揣去哦，即个都关掉。啊！大家是办个叫请，办请去。我爸爸去了后，因为两块分点收钱，而且收钱。啊，就那观念，那时候请我爸爸做什么活来做那个方面，那时候闹起来不好的。结果因两个传语是干不了。最后人最后人，人这哦，观念没有哦，观众多少也有钱。当年你都很熟悉，我安尼给他买车吼，这是唔好，好啊，这位就歹啦。啊，大家吼，我要做伊水都唔差啦。哦，我这个班人吼，伊大家做拢水其实唔差，安尼对。啊，其实是简单个安排。哦，伊个叫做宿舍个宿舍出来，伊就到旁边叫啊，伊是讲，感觉好像一种。做唔对，无生意唔对，意思那有那么一群人，我爱食迄食迄个物件，啊，都无想讲今日去是观音节，你到底你是咧敬观世菩萨，还是咧敬恁一群人？这搞不清楚，我挑你。不，你讲就问圣人最主帅，但是我只讲讲到这个，一群人可恶，你讲识得到不识得这？你讲用的这上心路，用的这上心路，我唔捌听过这句，我唔捌听过。所以讲，运动项目是你这阵人啦，项目表现，恁在讲莫讲这只，只讲超十二万，我听讲已经超过十二万多。那我听讲讲超过了该去发生做，你想讲弄门啊，不管就烧了嘛。啊，弄嘛，你不说嘛，左边有的，直接笑了。啊，那做点那看看狗的吼，都爱我们车，就爱我们面。嗯。爱我们车子，我们面的，一毛一十条的。嗯。你，祝福你弄回来。当年你弄回来的。嗯嗯。啊，都给这个哇，当年弄回来，你把车子都给弄了，都哎，那起码你估计你的意见。你用关心，用开心，用心情，用把话说。你这物件当中呢，这个就叫什么？这不很多，这是不很多呢？像你男的吧，那会贴心，不是爱干死人的。你讲话，真正哦，不得的讲，运河哈，你遇到这三大的救星，你还冇调的，这个就是还是这物件。我爱变动，你爱变动一条，后边有诶那个如是无量无数，你怎么是无上心个变动？变动一点人，就是伫迄个长远心、长远心内底当中一点一上做诶，哦，是依观在无留诶意思诶，哦，一点一做一到底，所以呢。看到这点，咱就知，确确实实，你修完到这个意境，你会明啊，迄个心，是呐，就成了最先生。来老过，你袂去卡着，老过你袂去卡着，哦，所以讲温和应付，就是讲妙妙无助。这个妙妙无助的讲叫啥？叫你不自相报喜，无自相啊，未生执着。都是咧，大家讲，迄个
但无为着即个生意多变的道场问题，又为道场道场不稳到情况，但是伊想讲你第时一个讲伫迄个迄阵的时阵，哦，即个两地时阵啊，伊迄个哦，迄个迄个哦，伫春秋战国时代迄个哦，伫迄个个。那个时阵哦，伊感觉两块是一个作线的啦，三月四号伊是暗，又大量雾。但是两块当中，伊是一直咧行线、做线，嘛知影。但是不过两块这边，哦，大部分讲，你做这个无好，这个无好个，啊，为什么叫好个？三月四号伊是暗，人民讲一般中世界人，我做了出线。但真太夸大了，伊做这个物，伊对道教伊好奇不畏，但你继续了，你继续是小的话。开始我，你要叫我吃菜，要叫我想，你讲，个人已经看这钱疑问，但是这个对了，这个我一年呢。两块地迄个时阵，做一个官，哦，好不了啊！伊在讲错，他无按照指导方针，无按照指导方针来讲，应该讲精明了啦，确实无精，逆行方针，不择细节，到处伊来挑挑我嘛，唔知啊，吼，迄个精地妙啊，迄个精地，精地啊！就是讲做啥，迄个地妙啊！好，妙就是讲我通用语言来表达的物件，哦，叫做妙不妙？这个真理妙啊！你这个自性中中的这句话，要甲讲讲，对你自性中所生出着迄种智慧，地母的本体是无错，迄个本体的物件，自性，迄个空性。但安尼当中，你当明星变成头前，迄头前迄就是明星，后边就是变成。你当明星变成当中，那安尼迄个就空掉，变成是讲平面世界嘛，吼，迄个就空掉。你是，你是空掉，迄个是空掉。不在世间，唔是你世间，你用迄个钱，用迄个物件去做个物件。但是经济无靠你办法，那是无成功。但是成功将近四十八年，到今嘛，我因你变人个规矩出去，大家在话规操操一卡面，操一卡规矩叫你办法做，因迄阵时阵他个咧，咱咧当时咧，变个天台咧大下面，传你来对，叫做传你来对行的，好像好耶，无呢？但是呢，那呢，迄个故事咱过去听过。好，离开时阵到尾啊，不知到底一回是伊成功怪怪的。你说逍遥游的时候，几不几多？一个火啦啥，一个火啥啥，那是那是哦，这个淡薄，他你会听？我成功会去怪你淡薄。进来来看相。可能摆咧摆咧一个印度过来，再加一个印度啊，加一个印度过来，也是，现在要摆，我要摆一回事。不过那么多，不行，无差别。一年表象虽然是有淡薄差别，你不相当表无差别。这是人性命已经发生，无法对实相，你那么看个表象物件，那么看个表象物件。那迄个时阵啊，不知道一为何，其实迄一为何为底，就是为伫咱讲起个中国，所以佛教三，佛教道的三分论内底，第一叫做空分论，第二叫做假分，第三叫做中分论，结论是一气中微，万法之超然，临终，阿来咧，什么？你变了？临终的一句啊，
低级过关啦。这时候，你临终得到这个智，临终对不对？好、哦，低级哦，低级哦，你查你的情况，我你无代志。有些人物件，刚才虽然讲在面前开玩笑，你两生，两个月可以切花。真正那个，那是一个作心作性的物件。你若讲神鬼、神惊鬼怕的物件，所以得到这个修行三宝生活内底当中，你一定会当将心做作稳定，这不是开玩笑的物件，不是开玩笑的物件。所以这个当中，咱就想讲，想要修的是个心，咱想要修的是个心，因为那个心。心作啰嗦，不作啰嗦，咱的心跟你念袂了，那叫做心不够。莫讲你，我嘛是想，你莫讲我，你是看我办经济，我负责任，我是一个负责任，加一个社会化的负责任，是我负责任。好，加一个社会，但是我已经无变方向。你看看，我们平平静静，一切人性不该以违反自由差别，这差别怎样？真正修都是你讲修心，你讲意境，这个意境在对的，就是你拄这个问题的当中，你要安怎去应这个境？无境，你要安无境？
中国老大叫这个缅甸要去处理这四大家族，但是四大家族因这个缅甸政府因过去就搞过嘛，啊当然伊嘛做不错，但是中大陆把透过着迄个红心的山啊，迄过去游击队迄一党叫这边人出来，啊这边人出来伊的武器用个什么物件用？啊！但是中国大陆本来是无插手的，但即回才切，就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因为伊有四个卧底，伫迄个中国派过的卧底伫内底，来了解伊内底状况。但是因为伊知影咱要处理啊，所以因为伊迄个第二年了。因老爸讲，要紧把这件这款而且八十个，而且的时阵啊，即个叫做即猪啊，吼，拢叫做猪仔，要紧爱甲刷对去。啊，即嘛刷袂当中吼，因为即款有两台迄个哪呢，战车在阿达村的吼，大家拢买起了，一台菜一台水安尼叫。但是因这边人本来就一个对对方去。伊讲机会来，咱部队时阵吼，咱若分着敌啊，咱就爱走，吼走单就爱走对无？啊，迄个姓名的林学昌，伊就是走不掉。迄个女性吴雪啊，哦，伊真正好学生对无？伊暗时目标下面迄男兵暗时，安尼对。但是赛到一半了后，大家比较困难。迄暗暝就大家走啊，啊走啊一路走啊一路走啊，啊伊用迄个当中伊头前一个咧阿伯咧吼，咧讲伊面死中吼，讲伊这面死场面内底死中，即马就是伊是叫着来吼，迄个面死场面第三个点，然后伊就走，讲要伊要追回来，啊要追回来，死个出，两个倒转来，啊两个倒转来当中，伊就开始讲各杀无论。拢总开始，大家都爱强调，安尼。啊，但是迄阵，遐四个卧底就出来，第一卧底就讲叫他不要杀。但是迄个男的身体，大概有百公分上高，但是他一般顶面，伊这人袂受伤。佮另外一个出啊，差不多宽度，佮第三个出啊，差不多宽度。第四个就是迄个林学昌的弟啊，头家的迄个人，伊人朋友，嘛是差不多，佮他讲。你绝对不会杀这个中国人，但是因四个各位标明因是公安的卧底，迄个林学昌伊个女儿，可能啊，可能是鬼，让魔鬼讨厌，狂啊！你在搬家叫啥？可能就叫伊个杀手吼，四个拢做对目标，乌方做歹牌，迄个是鬼，一个都无留。你摸到这八十几个，加到迄个中国派来这四个的，诶，这代志，而且刚才解决人听，中国老大变动的袂了呢，都因为叫彭家声这边的游击队这边，所以你爱心武器我帮你，但是你爱把这数字啊下数拢弄掉啦，哈哈，好，起码你两块兵我这先找这四大家属。找到好处，进了两亿万人对中国大陆，迄四大家属，你想看迄个林学昌迄个女儿吼，已经拢上位的时阵，中国大陆就经济上，你想讲因迄四大家属迄头头迄大在经商，迄敢若一个姓姚的一个家属，一个生意要开，怎叫怎拍？啊，我会讲这物件，不是咧讲，咱一个人的心理。你甲看哦，本来要把这阵人分配分配另外一个所在，但是中午呢，我本来也是无想要杀这阵人，但是出一个状况变化当中，过落来台资，你有台湾是迄是引起犯罪的，引起别个判刑犯罪，迄是恁诈骗机的诈骗来个关的，我得着目的人要离开你，拍死，唔是这阵犯人。让因国家用到迄个法律的执行，表示这是无受伤的。
这是无相像的。到未来这四大家族，你哪里跟中国嘛，你走，迄个缅甸啊、缅北啥的，其实这你也是不知道听。这边查巴金那边，我听讲一个阿贝，中国代表阿贝是小四万，哦，过去伊遐咧华侨的啦，伊遐咧对伊遐咧嫖，伊遐咧吸啦，吼，赌啦，赌啦，拢千万不要看过。啊，即款恁袂看，就是讲咱的人性，比较遐简单啦，人性那么简单啦。所以你讲今日你真正按这个人性，咱的人性的变化。你进来，你等都得会，你不得急，你是无不得急哦，讲这种性命哦，你不得急也好，你不能不用，就我拄只讲啦，本来是一个，你这个移过这边呀，是一个作番薯的物件嘛哦，在，但是迄边啊，要走，惊要走。啊！就别拢看到扫，墙内底有四个恶孽，我感觉拢要死掉。到尾，血债。